王嘉尔呢日为自己嘅蜡像揭幕，难得可以同 fans 见证人生嘅重要时刻，抱抱同合照呢啲福利就梗系唔少得啦！哇，太福利啦！福利的时间到了，等一下到你们了。能够完成毕生嘅梦想之一 ，Jackson 嘅心情都好激动啊！哇，用唔到字去解释。去表達，即係由細到大去去過蠟像館，去過好多次，之後冇諗過一日可以自己嘅蠟像可以喺嗰個博物館度出現，即係係一個我人生嘅好難忘嘅一個時刻，係嚇，係咯，我人生嘅其中一個最大嗰個夢想就係可以入Madame Tussauds 嗰個蠟像。見到自己的蠟像 ，Jason 又覺得象徵度有幾高呢？似啊！我真係100%似啊！冇動啊！你明唔明啊？我昨日兩日前見到嗰時係完全係一開始唔敢摸，太真太似，我以為望緊自己，原來人哋睇我係咁樣嘅感覺，即係咁樣，即係點樣？detail 度咧，細緻度咧，係我面嗰度有粒紋。係，即係呢度都有紋紋，係完全係因為一樣。哇！呢張相連本尊見到個蠟像都忍唔住要錫翻啖 ，fans 們應該會更加瘋狂喎、哦。如果你在蠟像館裡面，你看到找到我的話，然後你就走到他的右手邊，然後做出一個同樣的手勢，然後拍照。別什麼親一下，什麼別，專業一點 ，OK？ 我們酷一點，OK？ 我們酷一點。